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Man 怪物神话。今天我们来拍这张什么地图？由秋秋大大所做的迷失空间。啊，好，我们先介绍成员，这个是刀锋。嗨，你好。然后这个是小东。Hello。好，第一件事，刚刚 NG 三次被我打，两次还是三次，我忘记了。赶快催促。对，我感觉那个好可疑哦，我要把这个敲掉。小东，跟你讲个秘密啊！等一下，有箱子，有箱子。什么秘密？好多鸡蛋，好多鸡蛋哦。但是我讲了，我怕会被你们骂。怎样？我按 X 会有好多矿物，不知道为什么。X。然后按 L 会变明亮。干涉点歌。拿到木剑了，锋利二十级的木剑呢。我砍看看好了。单锋借我测试。这啊！这木剑好强哦！你不要浪费木剑耐久度啊！耐久很少，我第一去。你看阿西下面打的。打什么？我是看得到的哦。我不想啊！快点！因为 NG 太久往上了。快点把合成台再放外面，里面有合成台啦。外带。快点！不要啦，这就当我们家啦，整理一下就好了啦，这太危险了啦。问题是现在是没有办法睡觉的状态，你知道？我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下。本来就要这样。我找好多装备了。啊，那交给小东保管，先锤树。我帮你们处理时，这东西应该可以打吧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打、欸，反正我们很需要食物，先进一下之后再补回来。再下去。如果这个有那个什么那个插件的话，如果这个砍树插件的一整串也掉下来，这可问题，这是人工树啊，先生。然后马上就有古力帕了。你自己去看啊！快点过过来发食物了。啊，给你。一二。啊，就是。啊，给你，我丢到你身上。我丢到你身上，刀锋给你。你整换那套是吧？那个，我就说我找到的啊。保护十二级的哎、欸。这个木剑很好用，只是这是陷阱储物箱耶。我这里面有必备的东西，很好。等一下，我先外带一下床。床不要外带，这里就当我们的、啊。我稍微把这整理一下就好了。小东上来。哎、欸，你看过了。对啊，那个箱子就是我找到保护十二的。哦，发射器有火耶。让我哎，古力帕在我们附近啊，好可怕、啊！那我开一下网页，我要看成就。开吧。有，我记得有打哎、欸，谁抢走我的那个木头？我啦，全部都在我身上。给我拿过来吧。六个而已。没差。找到神秘卡莎剪刀吧。五架飞机。哦，真多呢。还要制作 TNT， 制作200个荧光石，这则有点难啊。200个荧光石，200个。对啊，我们会尽力去做的。五组石砖，十个铁巨人，十个西瓜砖，一小箱玻璃，一组 TNT， 制作附魔台，三个铁，五个铁山，五个锅釜，哦，有没有搞错啊？这里好吵哦，有没有石稿？当然是没有。你以为我们出去有什么好装备嘞？
啊，对了，先讲三界传说要先停拍。不是，应该已经算终止了啦，因为详情可以查看粉丝团，可以点下方的说明哦。看一下粉丝团就知道为什么会终止，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，不要问我。一切都是你在处理的，我就有在粉丝团说了吼，我要挖开下面的喽，我认为里面有怪物。走，真的真的，里面有怪，把他打死啊！好多，全部都僵尸，把他打死啊！等一下，击杀成就，空手击杀十只僵尸，很好，我在里面，我要用空手击杀喽。除非你是有病吧。没有啊，成就了哎、欸！你才有病好吗？都不解成就的。是啊，是啊，是不解成就。哎、欸，我问一个问题哦。其他事请讲。发射器里面的火可以拿吗？可以，可以。那个可以拆掉吗？于是听到小僵尸的哀嚎声。我这里啦，哎、欸，我打到胡萝卜了，空手一只了，空手两只。光手两只僵尸了，这个应该可以砍树吧？光手两只僵尸了，哎，救我！不好放，三只僵尸，哇塞，这么屌啊！光手三只僵尸，孤我国光剑手要十五只耶，光手三只僵尸了。是哦，挖泥土，挖泥土。空手四只僵尸，哥。啊！对对对，我看到一只鬼怕朝你那里走过去，然后我在打僵尸。第五只然后走了。第五只出现了。报警！哦，古力帕，带远点再引爆。我的泥土有击退啊！为什么你的泥土会有击退啊？六只，我刚刚打一下就飞超远的了。六只，七只，啊、看看，七只，哎呀，咔咔。为了成就，加油！为了成就，辛苦你哦。这是第八只，赶快打死，快！跳跃可暴击，不过我要保上面挖开就对。喂，这里怎么爆了？哪里？这里啊。等等啊、哦，看看。哦，那个是刚刚小东看到一只古力帕走过去，不，他就直接把它引爆。不对，那还是刀，刚刚古力帕炸刀火的。还听到小僵尸一直哀嚎的声音。小僵尸在我这里的。哎，有时钟仪，还有罗盘仪。最后一只了。帮我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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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灭杀小僵尸！哎、欸，十只了，成就达成。有没有火把？借我一点，算了，自己喝。火把好像被我用完了。死哎、欸！可是不能挖、啊，神奇！用木镐把它拉掉。白痴哦、喔！我们要做附魔台的。这是不是还有残留？对、欸。我打僵尸拿到一个铁钉。这样分好啊，
不如第一次断灭。我决定了，我最后会在这里做一个刷怪的地方，这个简易的刷怪塔。哇，原来有刷怪！哎，没看专业，挖掉啊！这是煤炭导致啊！这是煤炭砖哦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耶。那个全黑的是煤炭砖。我想说是因为材质包问题吗？我看起来好像极眼。哦。你们不觉得有某一个人在，只是我们都没有在理他吗？小雨、啊。对啊，小雨。哎，小凤凤，你在哪里？小凤凤，在你心里。啊，看到你了，你不要跑，你再跑，拿石剑打你，快点。啊，你不要跑，你再跑，我拿锋利二十的打你。啊，我可以做一把很超级 OP 的钻戒。为什么你又没做钻石？用 TMI。对了，因为是正版服，所以没有 TMI。你用 TMI 反而会直接被踢。被踢？对啊，会直接被踢出去。我还好，我还没用 TMI。哎、欸，我稍微去办一下事情。我知道了。刚我们刚刚说的发射器，其实这里是那个哎、欸，这个是那个热气球哎、欸，因为剧情、啊、我碰到热气球了。然后剧情有一个就是说什么，因为什么搭乘热气球，然后就是怎样被什么被箱子打到，我把火全部放在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说被一个天外的箱飞来的箱子砸到，然后热气球破了一个洞，怎么就变成这个？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啊？天外的箱子，你自己去问作者大大吼。可以挖矿吗？老早就来挖了，好不好？真的？本来就可以挖啊，这张地图是生存地图。我们老早就已经在挖矿了。他说他找到五架失事的飞机耶，直升机也算在内。嗯，了解。不知道什么挖 X 就好多吧。快快什么？我有两组鸡蛋哦，不要招惹我。为什么你会有两组鸡蛋？这一点我倒是很想问一下。在某一个地方的箱子找到的，在海上的那里，不过我把它回收了。我挖到洞窟了，加油！我先去探索一下外面，慢慢挖矿。这洞窟好像很大呢、欸。因为我发现这有多少个村庄哎、欸，这是村庄吗？哎、欸，请求支援，骷髅加僵尸。看到这个，作者，我找到西瓜砖了，好多西瓜，西瓜种子。请求支援，两只骷髅。我要死！我找到木竹耐久，等级100，锋利超高。等级一百的木竹。封印。不用怀疑，我在某个地方找到的。不用怀疑，我现在已经真的要死了。我马上挖钻石给你们看，要不要？来啊！确定。给你3秒，给你拿出来，一二三，
你起码要给我十分钟，我要先挖到铁吧。我要来偷取这个地方的东西。大宝，跟我走。神秘斧头，等等，我家肚子饿了，我要效率20级的木斧哎、欸，效率20级的木斧哎、欸。那个。字条，我念一下哦。这个有个字条，昨天有一群人把我们村民全部带走，幸好我躲在箱子里都没有被发现。我希望还有人可以看掉这封字条。你不要打扰我念了，烦死了！去救他们，我怕他们会出什么意外。署名是阿乔。啊，你怎么在？不要怀疑我，刚才自杀。走。这肚子饿吗？我啊，对哦，肚子饿可以自杀，我忘记。好多矿物哦。这不是极限。迷失之剑哎，金剑，怎么都是容易爆的东西呀、啊？请问，跟我讲没有用啊，神奇。走。小凤凰走，真的走。我身上有好武器耶，这攻击力虽然没比这个木剑强，不过有击退。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两只骷髅弓箭手？哪里？这里附近有两只骷髅弓箭手。现在又不知道给我跑去哪里了，吓到！我有效率20的斧头呀！你们下来一下。问题是要去挖，不过是木斧很容易爆。你们过来一下，这边。小张过去。要，加！你看，等一下我先挖一下。这边，没有人过来啊！你过来一下。好，有人过去了，我现在在挖东西。你往那个，不要下去哦，那边是峡谷。不要下去，不要冲太快。你借我砍一下好吗？不太好呢，我已经快死了。我要测试这把击退啦，谁可以借我砍一下？来吧，快死了。这个峡谷还真大，看了就不想下去。我有超强木杵哦，我现在身上都是好的东西哦，神秘斧的跟木杵，再九一百的木杵，风力也很高。我要木杵打，看一下痛不掉了。哦，我快死掉了。三颗半的食物。有没有食物啊？我快死掉了。小东在管理食物的，不是我在管理食物的。我只是去探索一下，看到村庄就找到这堆。你们知道什么是智能吗？我只知道 LOL 的智能施法。但如果我在这里面开智能会，那我就把你背你。那要不要我在这里开个奥义嘞？不用。你开奥义吗？我现在身上好多东西哟、哦。他说要收集一组，几组的西瓜砖啊？西瓜砖？不是西瓜砖吧？制作50个西瓜砖。骷髅弓箭手在这里啦！哪里？要50个西瓜砖呐、啊！好，在哪里？慢慢来。下面啊？不是这个下面啊？没有啊，另外一边啊。往那里看，看到没有？大马西亚！等一下，我们这集完整的成就是其中一项，就是空手打死十只僵尸，而且我还找到了一架失事的飞机。好暗哦！没有火把、啊。这个火把，这也是失事的飞机耶，我找到了。哇塞！你发现的速度会不会太快了？
对啊，我只是想说，为什么我们那边附近为什么会有个白白的？结果就过去看了一下，哎，飞机耶，乘客的座位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。你不是说你有打到那个红萝卜？对呀、啊，都要拿去种啊。而且还有耐久100的木头。就是拿去种啊。为什么没有美味100的红萝卜？我属兔，我爱吃胡萝卜。不喜欢吃小波波。我还喜欢吃高丽菜。我根本跟兔子一样。哦，我喜欢吃高丽菜，我不喜欢吃胡萝卜。我先放着一下。这里失事的飞机也没什么东西。好了，找到一架了，打勾。他说要制作一个附魔台。我要看看我这个效率的幕府是怎样。对，我轻轻点一下，不到一秒吧，他就爆了耶。我那时候木头不是我的幕府。你的幕府如果爆幕府点一下就爆了耶，太啊，拜拜下来了。空岛吗？那不是空岛吗？看起来好像空岛哦。哎、欸，那是飞船吗？啊，你们怎么上去的？真可以帮我 TP 一下。我在地底下呢。哦，好吧。跟你一样在地底下呢。你们收到你从哪？哎、欸，是从这。啊，这是飞机吗？这是飞机吗？还是鸟啊？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什么？有很多小动物无法理解的事情。等一下，这好像是飞机耶，第二架吗？我好像找到，这是滑翔翼吗？好像我找到第二架飞机了耶。哎、欸，那个就是飞机啊。他说要找到五架，我已经找到两架了。我是以为那个是船呢。飞机，没看到它的机翼。哎、欸，有驴子耶！驴子有啊，对啊，把它驯服啊，驯服过来。驯服你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缰绳，差点被苦力怕偷袭，还好我跑得快。他爱上我了，可是没有缰绳，你可以把它引回来。哎、欸，外面晚上了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啊、我跑到太远的地方了，我觉得我回来不及。蚂蚁爱上我了。蚂蚁爱上你了，蚂蚁爱上你了。不是，是他。啊！我的面包不见了。啊！我被骷髅弓箭手锁定了。等一下，我找到第三架飞机了、欸，哎，嗯，了解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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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偷袭偷袭，不公平，偷袭。飞机，但是那是直升机，作者说作者说直升机也是。穿的皮革装，那皮革装我要定。我又找到了一个类似村庄的地方了，好像是贸易所。没有整理包包，我不方便。喂，跟我开玩笑吗？僵尸骷髅弓箭手这么多，我有靴子了。啊，我的幕府要爆，砍太多箱子了。哎呦，这是神秘的祭坛吗？好恐怖！马汤斯，汤马斯的笔记。他说：“找到汤马斯的笔记，我们完成两个成就了。徒手打僵尸的成就完成，还有找到汤马斯的笔记完成。
然后有没有三个铁？这等等再看，等等我要成功回去才能看。看现在看我一定死啊！拿着剑睡觉。我听到僵尸在我们旁边耶。对啊，一直坐在我们的房间。你们睡觉，你们睡觉不会变白天哦，你应该知道。不知道啊。我发现一件悲剧的事情了，我没食物可以吃了。有啊，有西瓜。西瓜我需要的哈，不要随便。好了，三个失事的飞机单架了。进度现在已经冲到三阶了，还蛮快的。啊，我有鞋子可以穿了。我有保护鞋。啊，然后我们的重铁锭我拿来做水桶哦。铁桶啊，我拿来做铁桶。我又打到了铁，这样就太好了，免费的铁。哦，好多好多食物，好多食物，哇哦！我确定你们不做个门吗？我们做门好像也没有用。你确定你们不来支援我吗 ？Yes。过不去的。过不去。我拿锄头打你哦，死僵尸！锄头好好用哦，三下打的要一只僵尸哎。好吧，战利品也收集的差不多了，回家去。好吧，奔跑开始。真有无限的食物了。哎哎哎哎！走开！我还想说谁什么人在打我，原来是僵尸。太阳花叶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集就先录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如果想点知道任何讯息的话，可以点下方的说明，可以到我们粉丝团，然后可以获得最新讯息哦。就这样哦，拜拜，拜拜。